十八位的工人动作是真实手，伫完全利用手工板地，加上地方的海拔有1200公尺，即卖地农佫取得生效努力的认证，有二尖山地增加优势，希望予较侪消费者知影，啉着好地。更加都较高级山吼，伊个做起来芳度会较好啦。吼啊，水啥嘛会较比较讲较小。就是靠近吉吉大山哈，然后它的水质也没有污染，然后土壤也是都是我们都是采用那个有机肥料，所以它的茶叶的回甘度很够。讲到二尖山的地，上早是六个乡的农民，甲遮开垦种地。上好的时阵，栽种的面积有100公顷，可惜伫旧址大地动了后，渐渐没落。为了拓展国内外的市场，因此地农郭明兴等人甲中寮乡农会合作，即卖来做生效努力，让消费者会使了解地的来源甲栽培过程。这是对家己农民自我要求的过程尔，对吧？当然是对消费者有较好啊。安尼咪，啊做起来过程较搞工啥哦？是咧说要咱家己爱记录，即个较搞工尔啦。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过，他们也有申请，在公所也有比赛，好，然后有申请 logo， 就是地震之后比较没落了。这个地吼，你拿后头会干吼。啊，气味的熏香，还有气味真。在消费者的耳朵之下，让地农是更加有信心。虽然二尖山新产的地产量无多，不过因是加强品质，希望会使渐渐拍出名声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